Basic Cantonese. Day 18 課 1. 基本會話 A. 短句聽三次講三次家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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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邊度人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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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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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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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咗幾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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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喺香港住咗幾耐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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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倒倒倒倒倒兩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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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你打算種住幾耐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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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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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至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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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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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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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两年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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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咗两年大学嘅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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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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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有一年就毕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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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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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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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前在哪里读书啊
你以前在哪里读书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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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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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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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之前。我未来香港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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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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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我未来香港之前，我在台湾读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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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里住了几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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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里住了几年。那阵，那阵，嗰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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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喺台灣嗰陣喺邊度住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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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台湾那阵在哪里住啊？台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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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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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北。之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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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咗业之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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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毕咗业之后打算去边度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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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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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决定，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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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仲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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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希望。希望，希望，希望，希
希望，希望。希望可以去英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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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可以去英国。留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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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学。而家仲未决定，但系我希望可以去英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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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学。如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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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唔去留学，如果唔去留学，如果唔去留学，如果唔去留学。如果唔去留学，如果唔去留学，搵嘢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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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唔去留学，就喺度搵嘢做。如果唔去留学，就喺度搵嘢做。如果唔去留学。就喺度搵嘢做。如果唔去留学，就喺度搵嘢做。如果唔去留学，就喺度搵嘢做。如果唔去留学，就喺度搵嘢做。B。绘画，先听一次。你是边度人啊？广州。你在香港住了几耐啊？两年到。你打算仲住几耐啊？至少一年。我读了两年大学噶啦，仲有一年就毕业。你以前在边度读书啊？我未来香港之前，我在台湾读书。在那里住了几年。你在台湾那阵在哪里住啊？在台北。你毕了业之后打算去哪里啊？现在还未决定，但是我希望可以去英国留学。如果不去留学，就在这里找工作。现在请跟着讲。你是哪里人啊？你是边度人啊？广州，广州。你在香港住了几耐啊？你在香港住了几耐啊？两年到，两年到。你打算仲住几耐啊？你打算仲住几耐啊？至少一年，至少一年。我读咗两年大学噶啦，我读咗两年大学噶啦，仲有一年就毕业，仲有一年就毕业。你以前在边度读书啊？你以前在边度读书啊？
我未来香港之前，我在台湾读书。我未来香港之前，我在台湾读书。在那里住了几年。在那里住了几年。你在台湾那阵在哪里住啊？你在台湾那阵在哪里住啊？在台北。在台北。你毕了业之后打算去哪里啊？你毕了业之后打算去哪里啊？现在还未决定，但是我希望可以去英国留学。现在还未决定，但是我希望可以去英国留学。如果不去留学，就在这里找工作。如果不去留学，就在这里找工作。Lesson 18. Drills. 1. Substitution drill. Repeat the first sentence, then substitute as directed. 1. 佢媽媽住喺三藩市。佢媽媽住喺三藩市。 2. 佢廣州。他住在广州。 3. 我的弟弟哥大陆。我的弟弟哥住在大陆。 4. 我妈妈澳门。我妈妈住在澳门。 5. 他的仔女台湾。佢啲仔女住喺台湾。 6. 佢妈妈澳门。佢妈妈住喺澳门。 2. Transformation drill. Example. 1. Teacher.来了几年。 Student. 来了几多年啊？ 2. Teacher. 来了几个字。 Student. 来了几多个字啊？ 1. 来了几年。来了几多年啊？ 2. 来了几日。来了几多日啊？ 3. 来了几个字。来了几多个字啊？ 4. 来了几个礼拜。来了几多个礼拜啊？ 5. 来了几个钟头。来了几多个钟头啊？ 6. 来了几个月。来了几多个月啊？ 7. 来了几分钟。来了几多分钟啊？ 3. Substitution drill. Example. Teacher. 来了三个月。读 student 读了三个月。 1. 等了没多久而已。去去了没多久而已。 2. 读了几年住住了几年。 3. 来了一个钟头到
咗一个钟头。Four. 买咗几个礼拜去。去咗几个礼拜。Five. 嚟咗冇几耐啫，到。到咗冇几耐啫。Six. 读咗好多年啦，买。买咗好多年啦。Seven. 到咗三个月啦，嚟。嚟咗三个月啦。Eight. 嚟咗几日啫，去。去咗几日啫。Four. Substitution drill. Repeat the first sentence, then substitute as directed. One. 读咗三个月。读咗三个月。Two. 冇几耐。读咗冇几耐。Three. 等。等咗冇几耐。Four. 几个字。等咗几个字。Five. 去。去咗几个字。Six. 两个钟头。去咗两个钟头。Seven. 嚟。嚟咗两个钟头。Eight. 四年。嚟咗四年。Five. Transformation drill. Transform the sentences from statement to question, following the pattern of the example. Example. Teacher. 我等咗佢两个字啫。Student.你等咗佢几多个字啊？ One. 我先生去咗大陆三个月啦。你先生去咗大陆几多个月啊？ Two. 我太太翻咗嚟半个钟头啫。你太太翻咗嚟几多个钟头啊？ Three. 黄生读咗十几年英文啦。黄生读咗几多年英文啊？ Four. 佢住咗台湾两年啫。佢住咗台湾几多年啊？ Five.那个台湾人来了这里四个礼拜了。那个台湾人来了这里几多个礼拜啊？ Six. 何小姐的新打火机买了几日啫？何小姐的新打火机买了几多日啊？Seven. 佢先生间屋买咗两年啦。佢先生间屋买咗几多年啊？ Eight. 陈太翻咗屋企一个钟头啫。陈太翻咗屋企几多个钟头啊？Six. Transformation drill. Example. Teacher. 我在这里住了十年。Student. 我打算在这里住十年。One. 我在香港读了三个月。我打算在香港读三个月。Two.他在那里做了几个月。
佢打算喺嗰度做几个月。Three， 我先生喺呢度住咗几年。我先生打算喺呢度住几年。Four， 我太太喺美国住咗好耐。我太太打算喺美国住好耐。Five， 我哋喺呢度等咗一个骨。我哋打算喺呢度等一个骨。Seven， expansion drill， example， teacher， 你哋打算住几耐啊 ？Student， 你哋打算仲住几耐啊？One， 你決定等幾耐添啊？你決定仲等幾耐添啊 ？Two， 你希望讀幾耐添啊？你希望仲讀幾耐添啊 ？Three， 我至多請七八個人啫。我至多仲请七八个人啫。Four， 你至少要几钱啊？你至少仲要几钱啊 ？Five， 我至多等你几分钟啫。我至多仲等你几分钟啫。Eight， expansion drill， example， teacher， 我请食饭。Student， 如果我有钱，我就请食饭。One， 我读大学。如果我有钱，我就读大学。Two， 我去美国住。如果我有钱，我就去美国住。Three， 我买车。如果我有钱，我就买车。Four， 我结婚。如果我有钱，我就结婚。Five， 我带啲细佬哥去台湾。如果我有钱，我就带啲细佬哥去台湾。Six， 我唔使同佢住。如果我有钱，我就唔使同佢住。Seven， 我太太唔使做嘢。如果我有钱，我太太就唔使做嘢。Nine， expansion drill， example， teacher， 佢以前喺香港住。Student， 佢以前喺香港住，而家喺边度住啊 ？One， 佢以前喺台北读书。佢以前喺台北读书，而家喺边度读啊 ？Two， 佢以前喺永安公司做事。佢以前喺永安公司做事，而家喺边度做啊 ？Three， 佢以前喺文华酒店住。佢以前喺文华酒店住，而家喺边度住啊 ？Four， 张太以前喺大陆教国语。
張太以前在大陸教國語，現在在哪裡教啊？ 10. Expansion Drill. Example, Teacher. 麻煩你打電話給我。 Student. 你走之前，麻煩你打電話給我。 1. 麻煩你告訴我。 你走之前，唔該你話我知。Two， 唔該你叫何小姐入嚟。你走之前，唔該你叫何小姐入嚟。Three， 唔該你俾翻本書我。你走之前，唔該你俾翻本書我。Four， 唔該你打電話俾佢。你走之前，唔該你打電話俾佢。Five， 唔該你上去話俾我媽媽知。你走之前，唔該你上去話俾我媽媽知。11. Transformation Drill. Transform each sentence to a choice type question, following the pattern of the example. Example. Teacher. 我读大学嗰阵喺亲戚屋企住。Student. 你读大学嗰阵喺唔喺亲戚屋企住啊？ 1. 我结婚嗰阵，我妈妈喺台湾。你结婚嗰阵，你妈妈喺唔喺台湾啊？ Two， 我搬屋嗰阵唔使买嘢。你搬屋嗰阵使唔使买嘢啊？ Three， 我喺台北嗰阵喺台湾大学读书。你在台北那陣是不是在台灣大學讀書啊？ 4. 我去買嘢那陣講國語。你去買嘢那陣是不是講國語啊？ 5. 我結婚那陣在文華酒店請飲。你结婚嗰阵系唔系喺文华酒店请饮啊？ Six， 我结婚嗰阵想喺文华酒店请饮。你结婚嗰阵想唔想喺文华酒店请饮啊？12。Expansion Drill. Example, 1. Teacher. 他打算买架车。Student. 他来了香港之后打算买架车。2. Teacher. 他买了架车。Student. 他来了香港之后买了架车。1. 他打算搬去九龙住。他来了香港之后打算搬去九龙住。Two， 他做了很多衫。他来了香港之后做了很多衫。Three， 他识了没几多个中国朋友啫。他来了香港之后认识了没几多个中国朋友啫。Four， 他打算找屋买。
他来了香港之后打算找屋买。Five. 他打算找事做。他来了香港之后打算找事做。13. Expansion drill. Example. Teacher. 我的女儿写中文一个钟头。Student. 我的女儿写了一个钟头中文。One. 我太太打牌几个钟头。我太太打了几个钟头牌。Two. 我打电话四分钟。我打了四分钟电话。Three. 他读书十年。他读了十年书。Four. 他看电视两个钟头。他看了两个钟头电视。Five. 我教英文一个月。我教了一个月英文。14. Combining drill. Example. Teacher. 你用完的钱你没得用。Student. 如果你现在用完的钱以后你就没得用了。1. 你不学我不教你了。如果你而家唔学，以后我就唔教你啦。Two， 你唔读书，你冇得读啦。如果你而家唔读书，以后你就冇得读啦。Three， 你学广东话。你买嘢可以平啲啦。如果你而家学广东话，以后你买嘢就可以平啲啦。Four， 你学中文，你可以睇中文书啦。如果你而家学中文，以后你就可以睇中文书啦。Five， 你借钱俾佢，你唔够钱用啦。如果你而家借钱俾佢，以后你就唔够钱用啦。15。Expansion drill. Example. 1. Teacher. 他来了一年香港。Student. 他来了香港一年。2. Teacher. 他打算去那里几多日啊。Student. 他打算去那里几多日啊。 1.他打算回去几个月美国。他打算回去美国几个月。Two， 他亲戚决定来香港几耐啊。他亲戚决定来香港几耐啊。Three，他打算去住几多年啊？台湾。他打算去台湾住几多年啊？ Four， 他希望回来这里
几个礼拜。佢希望翻嚟呢度几个礼拜。Five。佢嚟咗七八年啦。呢度。佢嚟咗呢度七八年啦。Lesson 18, number 4, Conversations for Listening. 1. Street Scene. Two women gossip about recent events. 張太去邊度啊？我去銀行攞錢，你呢？我去翻工。聽見話你下個禮拜六要搬屋，係唔係啊？係，我想搬去九龍住。你喺香港住咗冇幾耐啫，做乜嘢要搬啊？冇，我啲仔女喺大陸出咗嚟，唔夠地方住。哦，你啲仔女喺广州出咗嚟咩？系啊，佢哋已经大学毕业啦，而家出嚟香港住，打算去美国留学。你啲仔女有冇打算出去啊？有，但系我至多俾个仔去咋。你啲仔女去到美国，系咪喺亲戚度住啊？系，我希望佢哋去华盛顿，咁就可以住喺亲戚屋企啦。我以前都有親戚在三藩市，而家搬咗去台灣，在台北住。聽見話嗰度好好住啫，你想唔想搬翻去啊？我仲未決定，如果有錢就搬翻去。我嚟咗香港之後就唔想搬啦，至少仲要等一年以後再打算啦。而家11:10啦，我要翻屋企食飯啦，再見。再見。2. Talking about school days. 今日几多号啊？今日13号。咦，今日有个同学结婚噃，我要出去买啲嘢送俾佢。边度嘅同学啊？佢同我系中学嘅同学，我哋一齐毕业嘅。你系边年毕业噶？1963年。嗰阵时我喺澳门住。我以前知道你喺澳门住过，喺嗰度住咗几耐啊？10几年啦，我喺嗰度出世嘅，中学毕业之后至嚟香港读大学。你去过澳门未啊？我以前去过一次。以后如果有时间，我翻去嗰阵同你去玩啦。好啊。